不行，我一定要报答你，看我10倍赔偿给你。完了，小新、小荣，假期都快结束了，可是我的作业还一字未动啊。给你，哥哥。啊，这难道就是能让我快速写完作业的道具吗？嗯，就是红花油，能让你被老师和妈妈揍之后快速恢复。我说哥哥，你要我们帮你到什么时候？你就不能改改你这懒的毛病吗？我的好妹妹小荣啊，帮我这一次，我用1年的零花钱和压岁钱赞助你的实验。哈哈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交给我吧。这个是我发明的万能调料，撒到物体上，不管是什么都十分好吃。哦，天才啊！这下理由不是有了。一天后，哥哥，作业又回来了。嗯，怎么回事？不是被牛吃了吗？昨天那牛的消化不好。咦，拿远点，这次我就不信。嘿嘿，这下终于摆脱你了。你好，你是？哎呦，你就是博凡是吗？真是太感谢你了。谢我？昨天走在路上肚子疼，赶紧去公共厕所，但是去的匆忙没带纸。但是呢，正当我一筹莫展之时，从上面飞下了一本作业，真是救了我了。啊，应该的。用了你的作业真是抱歉。啊，没事没事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报答你，看我10倍赔偿给你。